Hello， 我是大表哥 Frank， 现在我们在变形金刚的房间，请大家有机会呢就用你的手指头滑动一下，因为这是一个360度的视频。大家稍微看一下，这里是一个变形金刚的图案，还有这些小按钮都是可以去给它动一动的，所以小孩子们呢可以去玩一下。这个灯呢也是可以，你看可以按掉或者打开的，这个设计呢非常的有意思哦。你可以看一看上面呢都有一些变形金刚的图案，还有一些小小的细节，这上面呢都是模拟这个环球影城变形金刚这个 ride 啊，它的一些设计。然后你可以看这些呢都是用手工画出来的，还有这个配合这个布景的一个制作，所以呢我们这个装修的团队呢，不瞒您说，都是从环球影城跟他们合作过的一个设计的团队来帮我们设计这个房间的，谢谢。